在曙光照进来的生命里变得如此美丽。别问可不可以，只说愿不愿意，找回新的运气。你看，每当人们团聚在一起，都会有好消息。啊，空白的人生陪你踏上三年级。啊，所有经历给他赋予魔力。啊，曾经孩童的梦想是否还在原地？啊，其实触手可及。这个挺适合，这个挺像个小孩在唱，挺像个中世纪的那种感觉。黑白黑白白白啊，就像这个很换啊，主要是这个啊。这套你的时间哪来？就这个吧。掌声送到这儿。所以当时法太极是学的比较好，是个必修课，那会儿必考，要考试，考你不考那个不能毕业啊。所以那时候就学了一些太极，包括小时候军训嘛，红军打太极，在湖北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乐队的人就每天都看那个视频，那个什么抱球什么那些。哇，你真的记得？我现在忘了，我现在忘。那平时有喜欢其他的运动吗？小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体育项目都会玩一下，乒乓球啊，篮球。羽毛球、排球、足球，大部分这运动的都，高中就基本上我就专心都在做音乐了。那我们就是期待一下你的健身 vlog， 非常期待。我要买点健身器材，稍微举一举。